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是8月31日，也是我们马来西亚庆祝65周年的国庆日。今天也是我的大宝来参加这个由新安会馆主办的国庆儿童潜色比赛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那么庞大的活动。我来这里吃早餐，现在先来吃早餐，来这里蛮多档口，很多美食一下，不过不知道要吃哪里一个。新安会馆的三楼是天后宫，然后这里也是有帮忙负责这个婚姻注册。
later。 儿童填色比赛活动终于圆满结束，我的大宝没有入选，所以没有得到任何名额，没关系，再接再厉，顺便累积一下这些经验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出发，毕竟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呢。现在外面天气炎热，所以进来 shopping 逛一逛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